在高雄有差不多7600的警察，不过现在已经有400多人传出确诊，其中又传出凤山分局有60几个人被围到。另外在凤山总务站也有人发现常常有街友无挂嘴烟又做回台港，希望政府可以倒三工安置。确诊者一直增加，近届嘛未少人感染。高雄将近7600的警察，目前有400几个确诊，其中凤山分局外传有60个人确诊。另外，福德二路派出所同款有真侪人感染，和外界烦恼警力的问题。市警局27号表示，有确诊者的单位会由分局甲机动派出所等互相支援。有染疫的话，我们第一时间当然是派出所的人员，我们会做全部人员的净空清消，然后会把。我们勤务绝对不能中断，会立即以巡逻车或者机动派出所的方式在派出所前面来继续执勤。除了警戒，凤山是目前高雄确诊人数上侪行政区，但来到凤山转运站，煞看到几个街友群组开讲，有一两人都无挂嘴烟。附近台东公园的志工表示，平常时若无落雨，街友都会伫公园青仔卡开讲，常常无挂嘴烟，和民众烦恼防疫的问题。有些有，有些没有。因为也不知道他们说会不会有新冠肺炎。虽然因进前都顶放松，但上基本的挂嘴烟等规定也是无变。伫观光甲运动的所在，看到街友无挂嘴烟群组，嘛和民众表示希望政府想办法安置街友，确保防疫的安全。记者陈环武、柯正准高雄报道。